来现场加油应援的 Rakuten Girls 阵容是非常的浩大，对，还是要感受一下帮地主球队加油的气氛。这个球在后面再多飞一点吗？也来一支全垒打了，陈成威本季的首轰，只有开路先锋，昨天专门在打内野，今天只打最远的，也来一支。是，这个他应该是写下两天起来距离落差最大的安打。是，啊，陈成威要跟大家说，我不是只有打内野安打专门户。对，我觉得他应该也会很乐意打全垒打，因为就比较轻，就不需要这样冲的那么累哈。好，那这一轰啊，连着两天啊，球队都有开轰啊，希望可以带动一下气势，而且是开路先锋的这个角色。是，第一支全垒打是比较高哈。对，没错，就掉下来还是在高的位置。没错，对打者来说是最那一年那一刻，其实就已经在人生的这个人生观上已经有蛮大的一些体悟了，就是很多事情是强求不来啊。对啊，豁达，对，就是豁达，怪江湖人称龙哥，到哪里都吃得开，就是这样。就像那个近期我们在大家在讨论的时候，地震，真的在当下，我说真的，因为我们也